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是 EA 所发表的新游戏啊，最近正在测试当中，叫做《冒险圣歌》。这款游戏呢，当初在预告片上市的时候，其实还蛮吸引我的。你们看到这上面有三台机器人啊，它这款游戏呢，给我感觉就是机器人，然后呢，合作打副本，然后又有打宝的概念。我有看过这个游戏画面了，然后还是一样有分着铁三角哦，然后很多人都把它称之为是战甲神兵加上天命二的游戏。总之呢，今天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体验版哦，这个是公测的体验版。那目前体验版好像据说到2月5号就没了吧，我忘记是几号了。总而言之呢，它是有时效性的。所以说，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下载它的这个登录器啊，就可以来玩了。啊，这款游戏叫做《冒险圣歌》，好不好？没关系，今天老头呢就来体验看看。据说呢，这款游戏呢是可以拯救 EA 这家公司的大作，到底能不能拯救呢？玩下去就知道了，好不好？试玩版。哎，好，上来了，进来。一开始呢，我好像等级预设就是十等哦。他这个试玩版，他直接给你十等的等级，然后要你去做体验哦。然后呢，有人说这游戏像上古卷轴，这个画面其实挺像的啦。好，玩起来是不是上古卷轴呢？就不知道了。什么解码时已更新，下面物件啊。哦，需要更多资讯的时候，你能够在这个选单百科里面。嘿，好，懒得看，不好意思。呵，下一页。好，我们跟着这个上面这个走。好，能讲话，自由战士。好，现在我是自由战士这样子。你在干嘛？我们好像要跟着这个目标前进是吧？哇，这个画面，你看我现在显示卡是2080Ti哦，画质全开，帧数大概落在七八十左右。好，这是我的战甲。啊，这是我的机甲，有没有帅气？好像大黄蜂啊，其实这个叫做小黄蜂，没有啦，乱讲的。开始探险，哇，化身成钢铁人不是梦啊！林北喜钢铁人啊，我选择完之后再开始探索啦。哎呀，洗吧，你选择了私人探索，林北要私人探索怎样？行不行？好，开始了。哦，下来了，哇！一下来就如此的帅气。我现在在这里干嘛？前往塑造者遗迹。哇！超帅气的，有没有？呼呼，死给！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哎，这个攻击吧。哇，我可以在空中做攻击哦，这么屌哦！按住空白键可以在空中做攻击。好，让一下，让我们的喷射引擎冷却一下，用跑的。哦，帅气帅气！哎，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不管了。这什么啊？装备。奇美拉粉，奇美拉粉，谢谢棉花哥。哇，整体蛮流畅的嘛，我觉得。不过稍微走一下就要过个船点，感觉有点节奏变慢的感觉。以我现在的感觉来看是啊。如果它是个无接缝的话，就是没有不需要走传送点那种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会很棒。不过目前看来好像是都要走传送点的那种概念。感觉是啦。好，到了，门锁住了，奇怪的装置，我们要找什么？找到线索，为马蒂亚斯找到流行器。这什么奇怪的装置？大致上已经被关闭，但却仍然侦测到少数能量，或许是某种开锁工具。不知道哎，这不知道干嘛的。然后呢，各位看到我们这右边有没有 Q 是手榴弹的样子吧 ？E 好像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V 是攻击，
哦 ，V 好像是拿一个警棍出来敲人这样。哦，什么？拿那个加时扳手？你在大声什么啦？哦，那大概那种概念，还不错。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跟着中间这个探测器移动吧？哎呦，越来越激烈咯。所以到底在哪里啊？这里？这里？这个吗？还不是？哦，看到了这个，这是什么？霸权的士兵身上焦黑，被电击所致。我们拿到什么？声音会不会太小声啊？应该是不会吧。先找到如何启动它。附近有霸权者的营地，可不可以直接用啊？跟他没塞。算了，我们还是得出去。冲啊！哇，这不会坠机吗？如果飞不好的话，我觉得会坠机。没有撞到墙壁哎。好险好险，差点就出糗了。而且这游戏还可以客制化你身上的装备，那颜色喷漆什么之类的，你看我这边就有讲了，到时候可以跟朋友组队一起来玩哦，感觉就有点刺激，又是一款要浓的游戏了。克洛斯浅滩，等一下咪，这里怎么会有霸权？霸权就是什么一个组织吗？我要看到了，前面都是霸权组织的人吗？飞一波，丢手榴弹，居然没事。哦，他们好凶。还有狗儿是怎样啊？一个一键是什么？哦，一键是一个导弹是不是 ？Q 跟一两个技能。丢个手榴弹，请你啦，没丢到。然后看我们上面这个蓝色的，好像是护甲值啊，护甲值破了之后就开始会承受伤害了，不太一样啊。哇，这个一键一发一个，死给，杀光他们！可恶，我本来想要用 V 键攻击，本来想要拿我的加时扳手攻击他说，可惜了。是什么东西？魔法是在这里。他有护盾。哇，我的护盾被炸掉了。他被炸下来了。死内，结束，完成了。我们现在干嘛？四处搜寻，霸权已经被我们消灭掉了。要跟着探测器。这里。这个。档案柜。One trooper entered vault before door shut itself. Commanded to hold until a sweep is completed. Both signets for the device were returned to camps for safekeeping. The scout succumbed to injury on the way out. We left her. We have not heard from the trooper. 霸权档案柜在说话。两个特殊霸权印记，我们需要那个才可以开门啊。要再去哪里找两个霸权印记？那边有一个蓝色的点点。哇，这边开放世界好多野生怪啊！野生怪应该也是可以打一些素材之类的吧？你看，消化者还不弄死你？哦呦呀！哦，会闪哦，会闪哦！会掉什么？其他掉什么东西没看懂？哇，是什么？这是天气变化所造成的闪电吗？呼呼呼呼！还是有人要攻击我啊！好了，先跑再说好了。我靠！炸死你们啦，这小妈蛋！哎呦呀，凶哦！丢！哇，丢太远，这样丢太远。飞太远，近战攻击，哇塞！他不能用了、他不能连打哦。我的 AKS 键是什么、AKS 键好像是什么大绝之类的。等一下试试看 AKS 键，为什么不能动了？What？
管了，前进吧。飞哦，哇塞！哎，跑掉了，感觉他们没有想要跟我打的意思。这里是什么？哇，这个机枪塔是怎样啊？线圈炮台，可不可以来个突袭啊？感觉可以耶、欸。我来了，杀了他！哦，有点痛，变身。哇、哦！我就知道 Q 键那么猛哦，他只能放一下而已。我的 AK 键不是 Q 键 ，AK 键放完之后，发了好像什么流导弹之类的。掩护，掩护，掩护！小笨狗想干什么？我要，我要死了！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严重损毁去！喂！干什么东西？呜呼！手榴弹！结束。这是武器吗？好像是，好像不是。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是哪边？这个互动一下，拿到什么？拿到了一个印记了，这里，哇，谁打我？我要复活了。哇！等我，死吧！快跑哦！等一下，我是要干嘛、啊？我要站在这个上面才行，是不是？哦，讯号正在增加中，要守住啊！哎，这一个人有点母汤啊！快点，快点，快好了，快好了，撑着点，撑着点！丢个巴拉，我的小狗刚好过来一起中死，爽！有了吧？Yeah， 得手一个印记了。先把这些小杂兵清掉。还有会飞的，会飞的小王八蛋，谁啦？一直在旁边打我，哎，干什么东西？接下来哈，哇塞，结束，爽，背叛之地。来到了背叛之地了，魔狼来了，哦塞，喂，哇，还冰冻我哎，我刚被冰住了，可以哦，来，赶紧到另外一个印记的地方，就这里了，我来看看，哎，那边有人对不对？这边有一个旗子，不知道什么霸权的旗子吗？是不是什么霸权的旗子之类的？爱人权 ？What the fuck？ 哇！这是飞龙，看不出来是飞龙啊，哥哥！挑战完成，我看不出来是飞龙。飞龙长这样子的，还挺酷的啊！结束。我正在燃烧啊！哎呀，这是什么？这是示威用的吗？结束。啊，护盾爆了。行嘞，哎，居然没爆，拜，不对啊，我现在到这里来干嘛？前往第二个营地霸权，在上面呢，那到底又可以拿什么啊？不知道，不管了，我觉得直接来这边比较要紧啊，直接来这里啊，跟着这个指标走就对了，到了，活塞，哇，下面好多红点哦。
都是敌人。哇，精英霸权，马上来一只精英，怎么回事？呜，完了，感觉有点不太妙。哎呀，秒杀，秒杀掉！喂，干什么东西？哇靠，这是虾米蛙哥啊！绕路，哇哦，死给，会冰啊，寒冰霸权哦，绕路打，我靠，还有精英怪 ，Nope， 嘿嘿嘿，这个不太适合单人打，完了，我被麻痹了，撑着，清了不少只了，可以哦，狗狗走开。狗狗坏坏，想干什么？炸下去就对了。有技能就丢，妈的，跟他硬 A， 让他知道谁是老大。完了，我觉得我不是老大，我要死了。嗨下一，补血，哦。破下雨，这边也来了那么多只啊！躲！炸！快跑！五个血，桃之夭夭仙。还来啊！完了！死吧！哇，一级回满血，快点，死一死！嗯，看我也差不多了，各位要进阎罗王了。真的有点不行啊！死吧！我靠！太多啦！难道就没有简单一点的吗？我靠，好多补血，冲一波！嗨，先飞远一点，嘿，这样对的。来，炸！其实差不多了。哎，解决掉了。补血。好，酸。嫩。哎呦，补血，死掉会掉补不错啦。到底是谁在射我啊？该死啦！好，差不多了吧？解决掉了啊！是谁在天空上炸我？炸的那家伙呢？消失了。没关系，开这个再说。终于打完了，我的天哪！完了，我要站这个设施守住这个里。撑住啊！最后一个印记了。Oh my god！ 敌人都往这边来，快速清掉。这边一只，谁在炸我？谁在上面炸我啊？我快炸完了！快点！快点！丢啊！这边来一只狗儿，有了。走开，不要挡路，白痴。好了，
该走了 ，Goodbye， 东西拿完我要走了，不好意思啊。呜呼，飞向宇宙，浩瀚无垠啊！怎么会有飞龙啊？先闪喽，避开飞龙，赶快回去解那个任务。哇，这路上怎么这螃蟹是不是？哇，螃蟹走路哥哦！我靠，这个什么打一下好了。哎呦，要求哦，安妮兽。哎，他的弱点在哪里啊？他弱点是脚是不是？他弱点真的是脚，不是头哎、欸。哎，谁在射他？飞龙哥在射他是不是？算了，不管了，我要走了。刚我头晕了，这里。好，到了，到了，到了。喂，差点飞过头，互动，哦，这样就打开了。这里多半有霸权，哇哦，击败霸权三人组，希望不要太难。看样子是不会太难啊，会飞而已啊。打下来跟飞舞没什么两样啊，超废的。小废物。嫩。结束。还有一只。霸权三人组是吧，滚滚。哇，还没开防护罩瞬间撩半条。超过半条的血，哇！我被他电到了，结束。神志不清。没有发现其他霸权。这个吧，哎、欸，不是走那个啊，是走这个、啊。Go go go！这里下面挖哥。流行器在这里，整座塑造者建筑有连结，必须解除才有办法移除流行器。点点是什么东西啊？难道我要参照这个符号是不是？好吧。哦，这边有血，找到第二个啦。红色有了有了，虽然不知道红色在哪里啊、哦，不过我们过了。Let's go， 互动拿到了，马上回去。好了，回家时间哎、欸、结束了，然后呢？哦，直接黑画面，没了，结束了。好，拿到新武器了 ，Sky。蟒蛇剧毒飞镖，好，这些你不要的可以按 F 把它拆解。罕见级的自动手枪，两个冰堡哎、欸，而且长一模一样，这个可以拆了吧？哎、欸，不要乱拆，不要乱拆！哎、欸，我把它拆掉了，按太快了，算了。蟒蛇冰堡跟我们潜藏者。Good， 交货时间。Hello， let me see. Matthias，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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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re's the manifold. 哇，流星器长得像这个样子啊。It's much smaller than expected, huh? Well, Joel's not gonna hurt it. Probably. 电击一下无伤大雅。他把它装上去干嘛？那有电力吗？Hit that switch. 按下那边的按钮。
hit it again. 哒，啊，看来我要去外面帮你跑腿了啊。Okay, easy. Let me see here. Yeah, this is here. Yeah, this is here. I mean, the connections are right. Ah, I know. 然后要去找东西啊。Tried and true technique. Never fails to. 哇。哇 ，Matthias Lucas， no， 哇塞 ，incredible， shove off， Hansi， what went awry？ We struck the manifold， manifold definition， amplification， multiplication， 我靠 ，we've been multiplied， this is total scorp drop， wait wait wait， this 真背的好屌啊 ，surely and I'm not， and he cleaved in threes， what happened？ Division。Of course, an inverse function of the manifold divided you. I don't like this. Physical multiplication, psychic. 哇，他每个个性不一样，人格分裂。No, no, no. It's not what the manifold is supposed to do. 干笑死了。We have to fix this. The Dominion soldiers in the ruin. There were three. Do you think the manifold? 哇，超好笑的。Dominion soldiers. 这个讲到变超娘。Same soldier. I'm not sure. We have to go check.Agreed. Any information will help. Wait.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in the meantime? 他们就你们就同一个人就一起睡就好了。But trouble's my middle name. No, it's Arrow. Guys, focus. 一个很凶，一个正常，一个很娘。看，太好笑了吧？哇，逆转效果！哎，奇怪，怎么只剩他一个？另外两个人呢？啊，看到，看到，看到，笑眯眯。What else am I going to call you? 哇。我才是马蒂亚斯，你不是。好，算了。好吧，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哦，好不好？我觉得就觉得这个游戏是蛮有趣的，哎，不过我觉得时间有限，差不多就先到这里了。据说后面还有其他机械可以使用哦，好不好？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体验看看。哦，那没有机会的话，就等正式版推出吧。反正正式版应该也不远了吧？哎，这个正式版推出，我应该会找亲朋好友一起来啊，打打副本，练练功啊，应该会挺有趣的，好不好？好吧，那今天影片就到啦。如果喜欢影片的，就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小伙伴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啊，冒险圣哥再见面了，拜拜。